小姐您好，很高兴你能成为男主大甩卖的首席体验。玩家可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征服的快感和爱情的甜蜜。爱妃，你愿意做本王的女人吗？这也太直接了吧！女人，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。霸道总裁，不就是个游戏吗？赶紧去换衣服吧。人为导致游戏失败，请判您为伪君，需赔付公司人民币500万元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系统里会突然断电？有黑客入侵。我的游戏空间怎么样？不比刚才你的差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可怜你，自己心心念念20多年的橙子小姐。亲爱的橙子小姐，你先笑一下。笑一个嘛！你根本没认出来。你一个 NPC 为什么会有金钱意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游戏引导者小福。你不告诉我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游戏里遇到了你。如果中耳兵继续困在游戏当中的话，游戏将会再度重启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就让中耳兵的意识永远留在游戏。15分钟内我要带中耳兵回来。你现在进去只会和他一样。你到底是不是玩家？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